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、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来研究《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》，请各位将经掀开五十页。第五十页头前面第十七章的随所在处，而这个随所在处呢，略知幽静。咱对于头前面者已经讲到妙处，妙处呢，就是伫咱五十页的第四段。即马看第四段上下面一句：学为利用，学为名闻，学为功德，学为功卡，学为花果，学为树林，学为创造，学为夫妻，学为道路，学为灾国，学为医药，学为下体，学为朴素，学为彩色，学为甘雨，学为求水，学为驾色，学为圣善佛，学为良方，学为求好，学为机性，学为男女，学为方便，学为修福，学为温暖，学为清凉，学为意念。咱即马先看到遮个文，因为遮呢每一句拢是咱人间众生所需要的一个部分。也对于头前面所讲的呢，咱已经知影讲你欠什么，你向地藏菩萨祈求，你就可以得到什么。即马遮讲学为功，学为利用。那么有的众生特别爱修这个供养功德，所以你若修这个地藏法门，你自然就可以得到这个利用。那么供养呢，就是供给吧，意思就是指供给食物啦、衣服啦等等，和佛法经三宝、师长、父母，或者是过往亡灵。那么咱以供养诶，最初是用身体行为为主，后壁面则包括精神供养，或者是身份供养、身份供养。伊到经讲，讲饮食、衣服、通欲等属身份供养，不共心供养，无厌足心供养，等分心供养等是属于身份供养。所以供养之物种类、供养的方法、甲供养的对象等等，有着不同的分类，也有分身躯方面的供养，有分心内的这个供养。那么对于这个利用方面，利益甲供养这方面呢？咱以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所讲，讲有分财供养，财供养就是咧指世间的财宝、香花等等供养啦。啊，因为这个第二种就是法供养啊，法供养就是咧指菩提心，会当助利利他，这二字安尼叫做法供养。第三种的供养叫做观行供养，观行供养就是讲，指咱行周遍、涵养观事、事事无碍观、等华严观，
这叫做观行供养。对于咱的供养方面来讲，《法华文句》卷第三之一也有讲，讲有分身业供养，佮有分口业供养，佮有意供养，佮有四种供养。那么身业的供养，就是咱的身躯、智行、虔诚礼拜诸佛菩萨。那是口业供养，就是呢，咱的口中发言称赞诸佛菩萨的功德，这就是咧叫做供养。啊，那是意供养呢，就是讲咱专心正意，想念诸佛菩萨因的相好庄严，这就是意的供养。第四种供养叫做四种供养，四种供养就是呢，看到佛菩萨，咱的香供养、花供养、合掌、运慈悲心，咱的慈悲运心等等的这个供养。所以咱伫咧拜佛的过程，介侪人，伊讲伊无佛堂，啊，伊啊，毋知会使安尼上经袂，就是讲你无佛堂，你就袂当有拜这个菩萨的形象。你袂当拜菩萨的形象，你就袂当做这四事供养啊！你嘛无法度呢，淡仔香供养、花供养，你嘛无法度呢，来顶礼啊、身供养、意供养，只干呐会当呢安怎来上敬？啊，你就爱用你的慈悲心去运心去供养安尼尔，所以会减少将几啊种的这个供养。因为对于咱呢，正伫要受种种供养，要会当如法圆满无缺的人，当然你要得到这个利用呢，爱清念地藏菩萨的威德，爱会晓呢，随你的心意去供养地藏菩萨，因为地藏菩萨的功德力，伊就会当使令你随心满愿，得到这个利用供养。下面讲学为名文。名就是名声，文就是公文，于世间，咱俗语人常来讲，讲好名声。名声呢，真普遍，世间呢每一个角落的人，人都捌你。若讲到你某某啥物人，哇，你的名声真透，顶杠有名声，下杠阁有出名，安尼叫做公，叫做名文。那么众生为着求名文呢，当然。有时阵袂当随心满愿啦，啊！你要安怎求甲你的名文随心满愿，就爱必须祈求地藏菩萨加持呀。那么，伫咱这个名文这方面呢，《法华经》劝持品内底有讲，讲为求名文故，分别已是经，因为名文会当显出着咱一个人的。亲盈公盈家己，也所以呢，思想呢，会当使令凡夫俗子呢，对于名文方面拢贪求不已。但是要爱求着无尽义呢，会当期待，这实在是真难得。咱的名文拢会一段时间都无去啊，哦，搁外出名，搁外轰动。嘛是一段时间，人都袂记一字啊。所以你要求这个名文的心，你若要求到讲，你一世人的名文呢，拢总无去予失去，当然你的心爱足强。啊，为着呢，你的名文要佮增加，要好名声，佮再较好名声，这个名声永久袂使拍歹，所以你会增加着你足侪苦恼。名文甲名利是同款意思啦，有名一定有利啊。那么恁的名声好，你一定是呢名声远远闻嘛，所以你的利用就是分身啦。你要求得名文远，名声远闻，安尼你一定会贪求财富的利益啊。所以名文甲利用呢，这就是有相当关系、连带关系。那么《菩提心论》内底讲，讲凡夫执着名闻利用诸生之机，无以安心，
诸行三动五欲，真修行者，成可厌烦，成可弃舍。这就是要讲出着明文利用，离咱修行人甲无修行人的观点无同，看法无同。明文利用离修行人来讲，个是一种障碍道啦，一种碍道啦。你若明文利用足好个人修行嘛足困扰啊。所以法师嘛袂使伤出名，你法师若伤出名，烧钱要找，对你的修行嘛是有困扰啊。这就是呢明文利用的这个困扰。若在家人呢，每一工拢追求啥？追求明文利用啊，追求的物件呢，结果呢嘛是足困扰啊。顶一摆看到一份报纸，讲因一家伙三个人。爸母甲伊后生安尼三个人拢同一番嘞，是安怎三个人会变成同一番？本来伊个爸母开公司是开甲足趁钱，趁足侪钱，是咱即马现代人讲好业人嘞。也因为经济问题呢，迄个公司呢，煞变成慢慢煞萎缩，生意呢，煞到尾啊呢，煞。失败，那么失败了袂变成啥？变成失业啊！本来是大头家出门时呢，明文利用拢有个人啊，结果失业。失业了后呢，本来就是做大头家的人啊，所以就有人会来想讲要招伊投资啊，招伊呢，搁再袂紧啊，你这项失败，无你搁做这项啊。伊嘛安尼想啊，想讲东山再起啊，所以就听朋友呢的人甲伊指导，伊就开始真正投资。搁做另外一种事业，即卖要做这个事业呢，因为因两个已经破产了嘛，名门都拢无去啊，也嘛袂当申请啊，就用因的囝的名落去甲伊申请，用囝的名落去投资，结果呢，就共借足侪钱落去投资，也开始还袂做的呢，规批钱都迄个股东甲赶咧走去啊，股东甲赶咧走去了后呢，因这个囝呢？变成啥？变成嘛是搁失败啊！因为即个名利是因囝的啊，所以因囝嘛变作通缉犯。安尼七母八母呢，一家三口拢爱去食即个家家的饭。恁甲想想讲，一个人伫即个世间，这是做一个譬喻来讲互恁听啦。因讲一家伙三个人尔，就母甲拢变通缉犯啦。为着啥物件呢？为着名门，为着利用，所以咱世间人足侪人心肝是有够大。本来就安尼好势好势就好啊，迄心肝拢会感觉讲安尼伤势，这吼做安尼无够，若无起来搁发展，无来安怎？所以到尾就是拢失败啊。是安尼，你失败哪会毋爱面对现实？因为面子问题啊，名声的问题啊。你为着要趁这个名声。所以你就甘愿安尼顾在人流啊，所以各位为着啥？为着赚淡薄仔钱，落到这种的地步。那么最近，咱台湾足侪生意人，有生意做甲无生意，大头家做甲变失蛇变工人，面子搁揪袂落来，嘛真痛苦啊！其实呢，是安怎你较揪袂落？因为名门的关系啊。名声的关系啊，面子的关系啊。今仔你来当来学佛，你体会着人生啊。本来这世间就是无常的啊。那么既然知影无常，真简单嘛。你伫这个社会上有事业、有钱的时阵，人就称呼你无无当的啊。乃至间呢，你伫地方上来讲起来。地方上你若做有名望，人咧庙林内底拢会请你做啥物主委咯，做啥做主委这方面的，就是地方方面有名望的呢，有声望的人呢，安尼人就会推选你呢来领导这个地方，对哇？你甲想化一个伊经济问题扭落来的时阵，安尼要安怎？所以嘛，曾经有介济迄款太太呢，嘛足可怜。先生呢，伫地方是足有名望呢，人就学了讲，无啥物党个啊，无啥物位个啊，
吼、哦，出门呢，塞是进口车遮大台呢，迄厝是安尼规条街啊，厝拢伊的呢，你感觉讲伊是无钱的人呢？有啊，好嘢人啊，大家嘛知影伊好嘢。你敢知影，逐间厝拢超贷呢？啊，逐间厝呢拢超贷啊，拢贷款啊。啊，你敢想，即个司机佫歹，生理佫无，啊，贷款要安怎来缴？啊，所以逐间厝嘛等于呢，会去用拍袂去共款啊，等于嘛是等于无去啊。啊，你今仔日呢，每一工追求啥？追求呢，要赶紧呢，通好呢来立贷款，要好来创啥？你看有还啊？无还？还？还啊？啊！但是还要安怎？上可怜的，就是厝内太太。厝内太太呢？哦，迄还甲袂晓讲还啦。啊，有当时啊呢，嘛是可怜。啊，伊来讲互我听的时阵呢，伊嘛感觉足无奈啊。因为面子问题啊，总是袂使甲先生来闹开啊。甲先生闹开，伫地方要安怎徛起？啊，要安怎去共借钱？人若知影你讲你已经拢种财产拢超贷啊，人啥要钱借你啊？啊嘛无法度啊！啊，所以呢，就是硬撑。啊，你是安怎安尼硬撑？面子问题啊，本来伫地方就是遮有面望的人啊，啊，呾钱呢本来就足多啊，啊，即嘛忽然间呢，即个时机呢无好，所以工作嘛袂顺利。那么为什么会落到这么不实在的有钱人、有名望的人，会变成为着民主、人文利用，到这种的下场？这真正是悲哀呢。那么既然是这样，假使说你今天若真正有影参像讲，一般人咧讲的这款的情形，你若落到这款的场地，你要如何呢？要安怎来安下你这颗心，让你这颗心会当呢好好呢重新搁再来做起呢？当然，各位，足简单呢，爱好好用功受持。不过各位，讲起来真简单，做诶足困难啊！足有面子诶人，伊拢无信用呢，伊干那信用金钱主义尔呢？伊若相信有钱通赚，这我听会落呢。若讲去拜拜，你迷信，你创啥，迄拢听袂落呢。暂时呢，已经呢，倒无倒啊，无钱啊。你叫我来上经，来拜佛，我若拜会落，我一个心肝呢咧急啊，下昼三点半，毋知会赴袂啊。啊，若袂赴，拜啥佛啦？真正拜袂落呢，毋是遐简单呢，对。好啊，你遐急啊，你踮遐急啊，急讲你已经呢。活一天算一天的人啊，你搁安怎急？你到尾啊，你嘛是呢，无法度通好去呢解决你的问题。所以，伫遮我嘛要奉劝各位，有的时阵就是有的拍算，那么无的时阵，咱嘛是爱做无的时阵拍算。假使讲你若会当安下你这颗心，虔诚来。佛菩萨面头前呢，好好求忏悔啦。较早有诶时阵呢，也毋知影通去拜佛，也未晓布施，也嘛未晓做善事，也嘛安尼讲着话呢，较畅声淡薄啊。啊，即卖呢，知影讲，即就是因果轮回转，吼、哦，爬到足悬嘛，着爱落脚。啊，即卖呢，爬上观点去哩，即卖要落脚呢，会较艰苦，动啊动较袂好势。啊，你若会晓知影即点，好好呢。安下你这个心，安尼忏悔上经，你迄个心若虔诚起会出来，就贵人指点哦，就贵人通甲你牵哦，你不一定会当东山再起哦，你有机会哦，你还阁会当努力打拼哦。这是啥物力量？这是地藏菩萨的力量。地藏菩萨会赐予你有实力，有修养。你的命运都自自然然会再恢复起来。啊，敢有影？啊，这就爱看你的虔诚度啦，啊，看你的心啊。你若假使你的虔诚心无够，你干那要听讲地藏菩萨会保佑你吼，东山再起，予你搁再呢有命运有利用，你呾呾嘛等，坐恁兜遐等，遐急，啊，遐敢有路用？无呢，无路用。嘛是着爱脚踏实地去行，
实实在在去勇敢，实实在在去忏悔，真正发愿家己的心肝来有忏悔心，讲过去的浪，诶，这个浪费，起码呢要开始来搁重修。你毋是无福报的人，你有福报啊，你有名门啊，有利用啊，就是因为你伤过甲浪费用用了去啊，无受福啊。啊，因为你无受福啊，早就被你享受了去啊。啊，当然你还搁对头啊生气啊，这是合理的啊。也足侪社会上的夫妻，先生做大事业，伊呢会浪费，拢是这个好太太伫后壁咧收。太太呢伫后壁呢一直做功德，较暗暗啊做，暗暗啊布施，唔敢互先生知影，啊了有善事就做，有功德就做。拢是这个呢太太伫后壁安尼一直家听，一直家听。先生为人嘛，毋知影讲，这個、太太呢，遮好，安尼家己补助遮济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假使若讲这个太太呢，伊也无善根，伊嘛袂晓拜佛，有钱就干那会晓要来水，要来享受。你有一天呢，你就真正呢，拢总无美愿的啊呢，无人通援助啊，你无造福，要哪有搁有福来听你啊？所以对这点。我感觉讲，世间讲到名闻利用，啊，正是咱当头爱注意的。咱真正当头一棒啊！而这个时阵呢，甲咱过去的名闻利用，甲咱过去的好名声、好业人，我希望各位会晓好好呢把握。啊，所以足侪人到我这个时阵，真正实在是呢。讲名声无名声，讲钱无钱，每一工都是遮足烦恼伫咧过日。我奉劝讲，你今仔日假使若行到即个地步，你较会呢，毋爱放下咧。你好好拜地藏菩萨，你当恁兜一工看你要拜一百拜、两百拜，你做你甲拜，心情歹，你着直甲拜，拜好安尼，忝忝忝，拜好安尼安尼足忝。你身躯洗洗去甲困一醒起来，你脑筋着转啊，啊！啊！你若经常袂落，袂要紧，直直拜，拜予即个身躯，因为你即个身躯享受过头，你的身业重，所以拜佛才会当消你的身业啊。你呢，妄过头，开过头，你即个身躯的业，你爱搁你靠你直直拜。你若有才调，一天拜咧五百拜，我相信你的业足紧就转，身躯的业就会转。呀，你若是拜袂落，拜袂落面瘫，你淡仔坐，会对天落落来。你著踮恁兜厝顶遐等，哦，无可能。所以咱的用功，切实啊出在咱的内心的虔诚，虔诚心啊才会当得到贵人相助。那么虔诚心揢袂出来，迄是无可能，互你撞到贵人。那么地藏菩萨，伊既然有讲出这个条件。你若是今仔日为着名门，为着利用，你真是有困难，你真是有虔诚，会使。你若是呢，会晓呢好好修这地藏法门，伊会甲你愿力帮助，功德力助助你，使令你会当呢，搁再得到名门，得到利用。那么有这点，咱就可以感谢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呢，会当甲咱介绍地藏菩萨遮尔啊有能力，遮尔啊有威德，会当呢保护咱众生，知影咱众生所需要、所欠缺的，伊会当来资助咱。啊，这是呢，会使讲每一个人都需要、都爱要求的。相信各位呢，恁若修这个地藏法门修的落的人，你自然。你就有贵人，你自然你就会当来脱过这个难关，你这个难关内底来脱得过，你就吃咧百里会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就暂且甲各位讲到这个名文，下面呢，这个功德咱等了一节处来继续甲各位说明，下面咱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。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
妙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地藏菩萨。